这是那个卫星电视，两边是音响系统，这是车载空调，我的小吧台，这是厨房，这是微波炉，这是厕所部分。你看，现在是个桌子，把这个板子一翻起来以后，它就是一个厕所。这实际上是一个淋浴，可以拉出来的。这后面是个大床，这上面就是这个吊柜。如果来客人来的话，都可以去到这个地方。这就是我一等的家，在退休以后，大三就一直出去玩，就把这个自己的家背上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